但我呼籲大家參加7月7日無國界醫生日，捐出1日嘅人工，就等同為無國界醫生做1日義工，幫助院方有需要嘅病人。咁曾俊華先生咧，將會帶領全城喺7月7日咧支持無國界醫生日。我喺南蘇丹親身咁體會到當地醫療設施嘅不足同物資嘅缺乏，有好多嘅傷病嘅病人，佢哋因為得唔到適當嘅治療，受盡痛苦。全城做義工，捐一日人工。雖然我而家咧唔可以好似無國界醫生咁離開香港去到前線幫手，但係身處喺香港嘅大家咧都可以好似我一樣，捐出一日嘅人工去支持7月7日無國界醫生日。希望大家好似我一樣支持7月7日嘅無國界醫生日，只要捐出一日人工，就好似當日為無國界醫生做咗一日義工咁樣噶啦。咁有意義嘅活動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。全城做義工，捐一日人工。全城做義工，捐一日人工。全城做義工，捐一日人工。